牛奶棉是什么棉料？牛奶棉并不是纯棉，也不是人造纤维，而是一种棉的混纺产品。牛奶棉以棉经纶为主要混纺，又叫棉经。牛奶棉是从牛奶中提取牛奶蛋白纤维的线，可以是百分百的纯牛奶纤维，也可以是与棉线或者是丝线混纺的线。牛奶蛋白纤维不像其他动物的蛋白纤维，如羊毛、真丝那样容易霉住或老化，即使放置几年仍能保持亮丽如新。这正意味着穿着方便，容易打理，也可以做烫化。而且牛奶蛋白纤维有着羊绒般的柔软手感，市场上的牛奶棉就是这种纤维制成的，所以牛奶棉的面料很适合给宝宝编织衣服。